好吗？我们今天要用什么食材来煮料理耶？有豆腐、嗯地瓜、哼，马铃薯、嗯哼，香菜一点，嗯哼，然后这个是海苔，嗯哼，跟这个是千张，千千，张没有的话就用那个腐嗯哼，皮，千张是用什么做的？千张是黄豆，用黄豆做的。对，它就薄因为有薄人的。在问说千张是什么东对，西？它这个你看它薄薄，很像纸一样，透明的，有点半透明这样，然后就给它包起来，这个海苔就不会因为煎炸的时候它就缩小，所以给它嗯，包在里面，海苔就很有那个鲜味。海苔很容易因为炸的时候就缩起来了，就 gucci 呀。对，所以用这三个食材来做那个素鱼里面的素鱼肉，素鱼肉做起来之后就这个包一包。爆之后就去煎一下，然后我们哦，就再弄一个酱汁，甘露煮的酱汁，这样就很好哦好吃。，OK，好，拜拜。拜。